这个签名是你签名的吗？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跟你告知哈，你违反居家检疫规定第一次，我们同仁会骑着摩托车跟着你后面。那你如果半途跑掉，那你又再次违反哦。啊，不会跑掉了。哦，所以你就要好好的走，你那你不要尽量不要去接触到一些其他的民众哦，这样行走你尽量闪避，口罩要戴好来。哦，那千万不要再出来了。哦，你如果回到家，我们记录时间。那如果你再次违反的话，我跟他开罚，那更不一样喽。哦，你要出来办什么事情？你不要自己亲自出来。哦，你委托亲人、朋友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能再出来了。